今天吃麻辣小龙虾，还加了一包粉耗子和一包年糕。麻麻辣辣的，还有一股小龙虾的香香的味道，好好吃。看那个陈欢记里面，麦陈欢和她的闺蜜吃的小龙虾里面也放了那个年糕，那真的好好吃。放河鸡面也好吃。哇，又麻又辣又香。现在的小龙虾不是太肥。我们这边小龙虾15到18块钱一斤，你们那边多少钱？用的这个祝师心怡家的这个小龙虾酱料调料，今天用的是麻辣的，还有蒜蓉的，不能吃辣的可以拍蒜蓉的，孩子吃也挺好的，小孩子特别喜欢吃。我自己还加了点辣椒，我自己还加了点干辣椒。红烧肉糯米饭，烤棒骨，